你不能搓球的时候纯搓这个球的底部，纯搓球的底部球就会这样往上跳的特别的高。我教练，我今天想学个正手搓球。我教练，今天我想学个正手搓球。正手搓球，行，你先过去，我给你发几个，我先看看。对，你先就站在这儿，不用动，直接右脚站进来，直接搓。先看一下啊，身子稍微往左边站一点，你的身体站在这个球台中线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啊。来，准备。对，没关系，再来。你这个比较平的这个板型呢，你的引拍就要稍微高一点。你如果特别平去搓的话，这球就会比较高。引拍稍微高一点手。没关系，再来。对，再来，再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手拿高。对，再高一点。对，击有点有点晚，击有点太晚了的话，你容易搓不长。稍微的球上升期的时候就去搓它。对，再拿高啊。对，把这个力量搓出去，向前，向前搓出去。对，多向那个角搓，向你的左前方搓出去。对，再高一点。对，高一点。对，重心低一点，重心又起来了。对啊，你没发现你的球一到板上它都这样往上起，稍微立一点。你不能搓球的时候纯搓这个球的底部，纯搓球的底部球就会这样往上跳的特别的高。稍微立一点，搓到它的中下部一点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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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下停住，收住这个劲儿。对，对，重心低一点，收住。对，对，引拍太大了啊，快一点引拍搓。对，很好。对，很好，这几个好点。对，中下部啊，找到球中下部。对，收住劲儿。你一搓到球的这个中下部的时候，球向前的这个力量就变多了。你还像刚才使那么大劲儿，球就会出去。搓到中下部以后，马上有一个急停。对，重心下去。对，急停啊。对，早一点搓。对，搓。对，搓。可以，再来搓。对，这几个不错啊。你要想让手离身子近，你的肩膀就要多往里面探。对，你在搓球的时候身体要探到球台里面，这样的话你的重心也会离这个球更近，你就不太容易漏球了，好吧？这几个要点你记住，回去以后再练习一下。